Schau da!稍等一下，病了。体温吧，不用了。测过了。对。多少度？40。40？这么高？再测一次。自己测的有的时候不太准，来再测一次。怎么了？别碰我！你病了到医院来看病，不让医生碰你，就不让你碰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谁都能碰是吗？你想碰谁就碰谁，别人的男人你也能碰是不是？你是来看病的吗？我没病。别人都是吃着碗里的，扒着锅里的，你可倒好，吃着锅里的，扒着别人碗里的，还扒着所有人碗里的，也不管那个碗到底有多大一丁点儿。你半夜把值班医生叫起来，如果不是为了看病，是想无事生非，我就要请你出去了。到底是谁无事生非？我说了，这里是医生值班室，晚上到这儿来的都是急病号，你要是没病呢就请你出去。到你这儿来的都是急病号吗？那你就是谁都给看了。那我就想知道穆建芳到底得了什么疾病，你给他看了3个小时，做了个大手术吗？换了个心脏还是换了个脑子？我再说一次，你要是无事生非，我就马上叫人请你出去。叫啊，叫来的人越多越好，我倒是让大家伙知道全世界谁是那个最爱无事生非的人。那年夏天装模作样的跟着医疗队下连队，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开始无事生非，非说有别人看你，一口一个大白脸，结果呢就是一只猫头鹰。赵一晴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过分吗？我觉得你才是过分的那个吧。你不就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好看，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吗？连夜猫子都觉得你漂亮，连畜生都喜欢你，对不对？滚出去！你出去！去你的美国过你的高级日子，去吃你的香肠面包、夹火腿。来我们这穷日子里面搅和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冷静点。穆大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男人，你们的日子，是他承诺你的，还是你自己以为的？他说过他养我。当过兵的，
提琴，怎么回事啊你？都快10点了，马上客户就要登门了。昨天晚上10点，杨勇从广州打电话来，说2个礼拜前任总给他汇的款他还没有收到，打电话去你家里找不到人，所以打电话来公司，让我去找你。我打了几个电话，都没找到你。早上他又打了几个电话来催。我把电话号码放到你桌上。去哪儿啊？出去。我知道你出去，你去哪儿啊？出去。这儿。你是我的雇员，上班时间出门，这是要跟领导请假，得到批准之后才能离开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我不回答。你怎么样？我是这儿的总经理，你要是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我可以处分。我赵一琴在你眼里就只是你的雇员，对吧？那你开除我吧。婷婷，请问你们宾馆还招人吗？你都会做什么呀？我初中文化水平，转业前做过卫生员，还当过2年通讯兵。我可以用英文接电话，还有，我还学过散打，拿过全国第3。哦，哎呀，你这个丫头性格不错，爽快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不累，如果不需要人，我就走。啊，我们这儿倒是缺外语人才。你比如说英文打字啊，哎，你会英文打字吗？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，我学什么都特别快。你给我3个月时间，我准保把它拿下。那好吧，那就3个月学会以后你再来。没有现成的工作吗？我做什么都可以的。你干什么都行？对，只要能养活自己。哦。那我眼下呢，洗衣房有一个熨衣服的，可以，我可以去熨衣服。打印材料有吗？有。那你明天拿来。今天行吗？这么急啊？你再把我的衣服给熨坏了。这样吧，明天你就正式上班。是。我问你话呢，你是不是要走啊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不走干什么呀？我问你为什么要走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不想再听你说你是总经理，我动不动就要跟你请假。我让你请假有错吗？你哪能有错呀？那是因为今天早上我说那些话让你伤心了。伤心怎么算错呢？我饭碗是你给的，人都是你养活的，说白了我这条命都是你的，伤一伤心怎么能算是错？
知道了。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是我昨天王世群门诊部找莫莉了，因为文婷来信了，她想跟我商量。别再骗我了，穆剑锋，我都知道，你把我安排在这儿工作，让我住在这儿，其实就是可怜我，想弥补我，这样你心里就会舒服一点，你就会想干什么干什么，爱去找谁就去找谁。可是我告诉你。 我照一起，没你想的那么好养活。我不是一个拿自尊心去换一口饭吃的人。值夜班，值夜班多好啊！反正邻居耳朵长不了那么长，你们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见。穆剑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大院里有多少个男的，天天都在打听小莫大夫到底哪天值夜班？他们都想赶着那天去生病呢，都跟你似的。 赶着半夜12点的时候去生病，说是要发烧，我看你们根本就是要发丧。怎么会有我这么下作的念头呢？对，我下作，他高尚，你也跟着越来越高尚了，对吗？看小说，上电大。 现在还是总经理呢，要不了多久你就变成了不起的盖茨比了。虽然疑点重重，但本着对退伍军人的信任，穆剑锋始终不愿意相信任保国会骗他。 虽然他又带了款，但毕竟有单位收到人保国从广州发回的交换机了，他相信公司挺过这段艰难期就会步入正轨，但一通通催货的电话使他这段时间既无暇顾及赵一琴，又忽略了莫莉。穆剑锋第一次有点力不从心了。就这件，你就住这个上铺，然后东西放到柜子里。 哦，听说你是安徽人，哦，你呢？咱们这打工的安徽人特别多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你收拾收拾东西。谢谢啊。